好的，上周五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字之后啊，通胀数字啊，基本上是高过市场预期的，这个对整体的市场啊，已经是带来若干的一个预期，特别是加准备金，所以在周日加这个准备金呢，市场倒不是太过意外啊，反而是整个市场因为那个复活节假期的原因呢，我觉得本周的走势来讲，还是以这个平稳缺乏方向为主的，整体的股市的概念方面来讲，都是以这个个别股份占优。我个人看法就是一些零售类股份呢，在这段时间应该是有一个较为理想的表现的，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经济的部署当中呢，必须要留意这个盘面的变化跟那个通胀之下来讲嘛，若干板块才能够得益的一个情况的。